那些匪徒凶得很，还是不要。你居然，你真的敢？呀，好，好，我知道的不多。当年我在这附近拾荒的时候遇上了他，希望镇是附近最大的镇子，除现在这个世道嘛，到处都。
有啊，你过来！那么大的塌方你没看到吗？该死的天脑壳就是该死的机器强盗！这些发疯的天脑壳到处搞破坏。这倒霉也不是我一个人倒霉。如果路搞不好，你可能到晚上都过不去。哎，那伙天脑壳往东边逃了。
快点，给我挖！你已经摆平了那些电脑壳。好家伙，我果然没看错。